情啊，我许愿你是否记得。流星啊，我睁开眼，燃烧后消失的梦啊，看见你刚从天上飞过，看见你带着月色滑落，双手放在胸口飞，看见你像夜空的彩虹，看见你像追梦的烟火，我张开了双手，请带我走。蠢货！属下在。那些机器人还在活蹦乱跳的，你打算让他们横行到什么时候？属下一定会收拾他们的。就凭你这个笨蛋收拾他们？哼！哈曼大人，我一定会研制出更强大的怪兽，把他们给……不要再口出狂言了，你的那些怪兽跟废铁没什么两样。这次我别考验我的耐心，这次的怪兽由我来指派。哦，啊，这是强大的隐形身躯，无人能敌的超速度，攻无不克的魔波光线，而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，总之，好好利用飞镖兽收拾蓝星机器人。蓝星机器人，你们的末日到了！完了，要迟到了。虽然看起来很异常，不过没时间了，只能走这条近路了。昨天走怎么没有觉得这么阴森呢？谁？我可是机身指挥官的头号粉丝，不怕任何明这家伙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？早知道我就叫上祥风和古丽了。啊，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哦、哎呀，我的镜子！这里是哪里呀？我明明在百货公司的门口呀，为什么突然来到这里了？啊？是子明吗？妈妈，爸爸在哪里呀？不怕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里到底是哪里呀？本
本市正在发生儿童连续失踪案件，且案件数量不断增加。在这里，警方呼吁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儿童的人身安全，有关部门正在密切关注调查。就此次事件，我们也将持续跟踪报道。谁抓走了我的女儿？帮帮我，帮帮我呀！请救救我的孩子，他已经两天没回家了。祥峰，还没有回来吗？哇，这摩天轮也太快了吧！啊，好啊，耶耶耶耶！太过瘾了！哎，走吧，我们去玩别的。哎呀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玩一遍吧。我不去啊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就不害怕吗？这跟以前玩的摩天轮都不一样了。就是因为不一样才好玩啊！我可是天生的冒险王，一起去吧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竟然怕坐摩天轮？才没有呢！力大无穷的机神指挥官竟然害怕摩天轮，说出来让人笑掉大牙呀！鼓励。你不玩，我可要好好的飞天喽！哈哈，走喽！哈哈，哟吼！看着就害怕，总觉得会有什么意外。呀，呵呵，呼呼，哈哈，哦！啊，这是？怎么回事？人呢？祥峰呢？大家都到哪儿去了呀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问问啸天寒吧。啸天寒，刚刚祥峰和其他孩子玩摩天轮，结果突然人都不见了。主人，摩天轮上有外星机兽的残留反应。外星机兽？这么说，祥峰他们的失踪跟宇宙怪兽有关了。祥峰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。奇怪，我明明在玩摩天轮，怎么突然来到这儿呢？有人吗？有异常，裂空焰，古力能听到吗？啊啊！小美，子明。本大王也有这么舒服的时候啊！鲁本达，没有比奴役这些蓝星人更加过瘾的事情了。不愧是蛤曼大人指派的飞镖兽，好样的！任务内容：消灭蓝星机器人。别在本大王最舒服的时候说没劲儿的话。有了飞镖兽，还怕完不成任务？我要超额完成，让蛤曼大人看到我真正的实力。飞镖兽，继续制造能量幕墙，捕捉更多的蓝星人。只要更多的孩子失踪，多管闲事的机器人一定会自投罗网的。只要他们来到了飞镖兽虚幻出来的这个世界，那么就……原来新闻里所说的孩子失踪案是这个家伙在捣鬼，我一定要解救大家。变身！
跑，给我追！啊！飞镖兽，你别停下，继续在蓝星人世界里制造恐慌。哈哈，把机器人和那两个碍手碍脚的指挥官吸进来，他们就成我的俘虏了。啊，这个漩涡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得阻止他们。裂空焰，啊，没反应，怎么回事？裂空焰。什么？啊！原来已经钓到大鱼了！碍手碍脚的家伙，欢迎来到本大王的世界做客呀！我要想想办法啊！有了，哎哎，来吧，怪兽，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！什么？果然碍手碍脚的，飞镖兽，给我杀！响风一定遇到危险了，响风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感觉似乎能打穿，打穿，可是什么也看不到。难道是？镇山甲。镇山甲，要用你的神力打穿那个地方。遵命。只要找好角度，就能消灭飞镖兽了。太好了，要太好了！啊！嘿嘿，到此为止。快放了大家！哈哈哈哈！小子，现在能讲条件的是我，不是你。可恶，我答应你的一切要求。对，这才乖嘛，给我杀。难道就这样完了吗？裂空焰，古丽，妈妈。啊，是镇山甲。我的飞船击碎所有的邪恶！啊，鲁温达，我已经识破你的诡计了。
给我杀！哎，镇山炮！嘿，哎哈！哎，哮天暴兵，古丽，我来掩护，你带着大家从缺口处撤离，快！嗯，大家跟我走。烈空焰，天驱雷，空影。全都来送死了，来吧，我一次性把你们送下地狱。哎，飞镖兽，让他们看看你真正的实力！啊啊啊！喂啊啊啊啊啊！我烈空焰、镇山甲、电巨雷、空影、哮天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都是我的俘虏，这种成就感我最喜欢了，快投降吧！星魂战士是勇气和正义的化身，绝对不会向邪恶的侵略者屈服。对，对。可恶，速度太快了，这样一来飞镖兽就无法定位。快给我停下呀！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变更飞行形态。空中，这可是我的菜。好哎。你输定了。啊，消失了。伙计，不要松开锁定，我探测到他还在你的钱包。嗯。我不会这么输了的，飞镖兽！哎，
任何妄图破坏地球和平的行为，星魂战士绝不姑息。呀！可恶的蓝星机器人！这个世界是外星机兽制造的世界，外星机兽已经被消灭，这里也就会崩溃。小风，救救我！总算解决了，怎么样，小风，我是不是很勇敢呢？是的，很勇敢，我都不敢在人多的地方不穿裤子。我的裤子，它